当班里有耍心机的人时，这怎么换了？第四节课大扫除，老师让大家自行组队分工。雪儿，我们这边还在地区玩耍了。哎呦，这没好处的事你还能主动啊？哎，豆牛，田中心宇现在发展怎么样？那次的帮我发抄完作业后，就没再发生什么了。哎呀，他们就冲你前面吗？可能人家只是好心，根本就没其他的意思了。哎，豆牛，别听他的。趁这次大扫除，到时候我就说让梁中心一起倒垃圾，你们不就有机会了吗？哎，这边有我就好了。栋梁、中心宇，你俩去把垃圾倒了吧。嗯，那行，我走吧。还没扫干净，他不能去倒。我记得那边扫干净了呀。倒垃圾这件事还是我跟周新宇去吧，你赶紧把地扫干净，别耽误大家的时间。哎，不是，那个我手机好像落里面了，你先走，我待会儿就来。真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豆娘，等周俊宇回来的时候，你再找机会吧。周俊宇，给。那个，我在你书里放的东西，你看了没？你怎么这样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水了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我不是换过了吗？几百年前就